让大家模糊了焦点，这地方就是让就是感到很抱歉的。神隐一个上午，宪兵滥搜案，问错人，吕孙霖终于现身。不过对于所有提问，却疯狂跳针。原因是什么？我脸书上面都有做说明，这样子。因为已经本来已经出面了，可不可以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子？我想我的脸书上面都有做说明了，那这样就是请大家再看我的脸书这样子。在场记者都傻眼，从事发缘由到如何准备，一切问题都请看脸书，遭网友嘲讽，封为脸书立委。17号这段质询已经深植人心。你是局长如果我当然是局长啊。对啊，邮局也是局长啊。那我那你为什么不去当邮局局长呢？我如果发布我当邮局局长，我好。他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，我就不论你是局长哎，你怎么没有掌握情资呢？什么都管，你什么东西都不管，那你为什么要当局长？那最好你就叫我下台嘛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你有没有惩处？我不关我的事啊，他有他的情报，他有他的体系嘛，他是国防部的体系嘛。譬如说，我要这边有八大单位，我也不能随便拿来惩处。但是你们对于情报收集之后的内控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有问题，那是执行。你们这样的侵犯人权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侵犯人权不是，请你检讨，请你检讨。我认为没什么好检讨。好，国安局长激烈唇枪舌战，满脸气呼呼。纵使现身说抱歉，但吕孙霖脸书上依旧主张，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，国安局必须汇整相关资讯。资深国防立委助理表示，这公卿事主吕大立委恐怕没搞清楚。我们会看个案，比如说，这是一件共谍案。他就会透过他们的情收体制，往调查局跟国安局这样往上汇报。实务上来讲，国家安全局并不知道，也不会去处理这件案子。新科立委出事提升，失误难免。助理群写质询稿也不懂实务操作，危机处理虽然姿态放低，却又强辩。只能说新立委果然新气象，问政水准有待加强。记者张宇轩、黄明君 SNG 小组台报道。